高兴为您展示耗资71亿新元所打造的豪华建筑物，那就是位于新加坡的滨海胜景豪业 Marina One。滨海胜景豪苑是由新加坡投资公司大马西控股和马来西亚国库控股联合开发的项目，它坐落在新加坡金融核心区的黄金位置，让您拥有乐趣、品质、格调、生活、心灵、经济的十全十美都市生活典范。最主要的关键是滨海胜景豪苑由国际知名德国设计大师英恩霍文设计，围绕在滨海胜景豪苑的中央街心公园和滨海湾广场为其筑起的理想隔离空间，使您远离繁华都市的喧嚣。不仅至此，新加坡著名地标金沙酒店、新加坡摩天轮、滨海公园、办公住宅和地铁环绕着滨海胜景豪苑，将您置身于新加坡充满活力、交通方便的美丽城市。在这2250平方尺的四房式单位，拥有这一望无际的海景、宽敞舒适的客厅和饭厅，您可以在270度观景阳台上无时无刻地欣赏华丽的美景。这壮观的美景展现出这地区的价值。各单位设有完善的家电厨房。这里肯定少不了健身和购物的生活。200平方米宽大的健身房是滨海胜景豪苑的一大亮点，之中也设有50米游泳池、烧烤台、私人餐宴厢房和休闲贵宾厅等。想品尝国际饮食、购买本地各类型用品，那您只需要步行到楼下综合性商场，就能享用这体贴入微的服务。滨海胜景豪苑是个充满生活空间的区域和拥有核心资源的战略，顶级的房产、价值绝佳的地理位置、超凡的质感生活等着您大驾光临来入住。我是 Angeline， 请联络我了解更多详情，我将让您成为有眼光远见的投资胜利者。